十九世纪末，有真侪医疗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想要将基督的福音传予台湾人民。马雅各、马街、兰黛碧、梅干母等等医疗宣教士，在台湾这块土地贡献了因的一生。150年后，这政治已经结最最规矩。现出时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精神和体制，和一位500年前诞生的信仰前辈有真深的关联。一位当今世上上信基督的人，加尼文在1509年出世在法国比卡迪的农用。哈哈哈！我做老爸啊，我做老爸啊！感谢上帝，我要把好名叫做约翰，约翰加尼文。加尼文的老爸在教会内担任主教的秘书，他一心想要栽培加尼文吃做修士。阿爸，我要带你去上班。好，咱来去，我带你去见主教阿伯。加尼文自细汉就伫教会环境中渐渐建立伊家己的信仰。彼时宗教改革者常常伫个街路口用演讲来传达家己的宗教改革理想。阿爸，因咧创啥？囡仔人有耳无嘴，莫问遐济啦，遐拢是革命分子啦。宗教改革的人，若是受抓，通常会受鞭挞和死刑。发表意见到这严重，等你大汉你就知影啦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后，伊的门徒被人称作基督徒。迄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徒迫害甲真严重。一直到主后380年，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，迫害才停止。后来，罗马帝国要求所有人拢爱信基督教。自就安尼，基督教发展千多年了后，在欧洲变成一个大型的宗教组织。罗马教皇的势力已经大到会当甲各所在国王比拼。因为人性的堕落，整个罗马教廷出现真多腐败，违反圣经真理的作为，特殊到欧洲各所在产生了宗教改革的运动。也不过，早期提倡宗教改革的人，罗马教廷将伊当作叛乱者，因为着真理冒着性命危险。甲初代教会受迫害基督徒共一样，加尼文的老爸原本想要安排伊读神学，成做一个修士，也毋过后来有一挂变故。阿爸，为什么你这么生气？约翰啊，你爱听阿爸的话。遐个人拢毋是好人，你莫读神学，你去读法律，较有前途啦。啊！加尼文虽然已经摕到法律博士学历甲执照，完成老爸对伊的期待，也毋过，伫因老爸过身了后，加尼文决定放弃法律，前往彼当时上有名的学校——巴黎 France 学院，继续读人文学。接受希腊文训练，这个时期的加尼文宗教改革思想渐渐在心中产生。1533年，加尼文的好朋友 Cope 担任巴黎大学的校长，被人逼迫
在伊就任的演讲书中有宗教改革的思想。Cope 甲加利文关系真好，所以有人得用，这一定是加利文替伊所写的演讲稿。加利文，约翰加利文，紧开门！哎呦！加利文多忙之时，得到朋友的帮助，而且为宗教农民逃走。后来，加利文走回去故乡挪用，然后在1535年，伊流亡到瑞士的巴塞尔。即马教会内面有真侪改革的声音，造成真侪信徒的猜疑。我要提出家己对改革的想法，来扫除大家误解，也阁惊吓。在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，加利文用简单的方式向信徒说明正确信仰。这本册出版是伊对宗教改革上阶段的贡献，因为基督教要义的发表，让伊开始受到一挂人士的注意。1536年3月，加利文在巴塞尔完成第一版基督教要义了。同一年7月。27岁加利文旅行经过日内瓦，迄当时同款为法国来的弗雷尔当地日内瓦推动宗教改革。伊早就听过加利文的才华，当伊知影加利文要经过日内瓦，就希望伊会当留落来。最近推动宗教改革，也帮助因为宗教迫害到来这的法国同胞。求用了，约翰加尼文，欢迎你来到日内瓦。这个城市最近有真侪来自法国多难的同胞，因甲你同款，为了坚持宗教改革来受苦。阮非常需要你这款人才，你是不敢愿留落来，甲阮斗相共呢？我无你讲的遮敖，无喏，我捌读过你的册，你是读法律出身的，思想精明，头壳清楚。在即马混乱的社会中，为着教会来定一挂法规，你绝对是上好的人选啊！真歹势，我敢那暗算伫日内瓦过一暝，而且目前我无想要参加任何宗教改革的活动。啥？你讲啥？上帝一定录你录到够，让你心内无平安，因为你踮一个需要你的大时代，唔肯出手斗三工。我只是一个爱伫庄脚田园过生活的人，歹势，我无法度啦。迄天的暗时，加尼文伫眠床顶变来变去，受到弗雷尔所讲的话。你若用任何借口投降，无要甲阮做上帝工，我求上帝，予你日子歹过，因为你将你家己看作比上帝较重要。主啊，敢讲我一定爱走上宗教改革这个舞台是无？我想，我还是赶紧离开这啦。改革。上帝需要你，唔当躲避你家己的软弱。弗雷尔帮助加尼文重新面对上帝，留在日内瓦带领宗教改革。1536年，27岁加尼文正做日内瓦教会主要的牧者之一。并且制定教会组织甲法规。充满理想的加利文制定了真多严格教会条例，严格因为伊对家己也阁有信徒的生活要求严格，地书甲信徒起冲突，所以这一条例真恶劣被接受。管教会法规的人禁止领圣餐。把这个
社会赶出去啦，赶出去啦！真乃来市民，我都领受加尼文对教会纪律严格要求，地受到反对的声音嘛愈来愈大。在市民的抗议之下，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，命令加尼文和弗雷尔在三天内离开真乃拉。因是安怎看起来这么激动啊？这些人哦，就不受教的啦。哎呦，上帝啊，我已经放弃了。因为300年的过活节，加尼文想挂前往法国东北部的 Strasbourg。Strasbourg 迄当时的宗教领袖 Bucer 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改革者，伊嘛希望加尼文留落来。为宗教改革打拼，加尼文伊知影，伊无多想骗上帝的号召，虽然唔情愿，伊也是留落来对 Bucer 在 Strasbourg 继续牧会，并且推动宗教改革。加尼文伫遐的日子过了非常的快乐，甚至搁伫当地结婚生子。在 Strasbourg 第二天，将加尼文赶出 Geneva 的市议会，派人邀请加尼文回去带领 Geneva 教会工作。31岁加尼文又再回去 Geneva， 在那贡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。为了宣扬他的信仰和建立理想中的教会，之后1564年，加尼文在 Geneva 过身。他在世的时候无希望有车祸的丧礼，所以将伊简单安葬。加尼文一生干那为着应跟上帝，拒绝一切个人的崇拜，独多是改革中所宣扬的唯一圣经、唯一上帝的信仰理念。所以有人叫伊是当今世上上界圣基督的人。伊用23年的时间完成基督教要义。一直到伊过身之前，抱着病痛完成第5版的修改。这本册是对基督教圣经和信仰全部的精华。一直到500年的今仔日，真侪人继续不断地检讨加尼文所提出的信仰理念。加尼文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日内瓦学院，这是日内瓦大学的前身。彼当时有真侪抱着宗教改革理想的人，为各地来到日内瓦，伫遐做阵分享，做伙服侍，然后将这精华带倒去各地，产生了后来宗教改革的大时代。其中苏格兰人 Knox 也受到加尼文宗教改革的影响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伊来到日内瓦学院。后来，伊将加尼文的精神带倒去苏格兰，正做改革中长老教会起源。苏格兰教会后来对清教徒传到北美新大陆。宗教改革观念世界传播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籽。数百年后，苏格兰改革中的传教士跨过大海到福尔摩沙，成就了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Thank you.